姓吕，市和平单位计生办地，我是来了解。哎呀，老傅啊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小鱼啊，不要挑肥拣瘦的啊，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嘞。我不是挑肥拣瘦，你们都是自己演自己。那到了我这干嘛非得演别人呢？哎，那剧本里不还有个于大妈吗？我就演她得了。于大妈是有，啊，可这一集没有。小鱼啊，这个演戏嘛啊，要从需要出发啊，可不能啊跟你自己的兴趣去出发啊。想当年我在文工团给人家打杂的时候啊，我那时候什么事啊，累事苦事我没有干过呀啊，这个拉大幕啊，收门票，装死人，学鸡叫，这个搞不好啊啊，还得给女演员去换服装。我说什么来着啊，我不还是任劳任怨积极的去工作吗啊。这个不可雕也。志国啊，志国，爸，爸，我们第一传演厅的演员已经基本脱本了，正在和平导演的领导下在拉地位调度呢。那就统一到第一排演厅来集中彩排。好，演员同志们到第一排演厅彩排。好，第一组，唱，唱，叮咚，哎呀，怎么又来了？赵阳，你可来了，这事儿可真闹大了。不是你找他干嘛呀？这是我演他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啊？该我词了吧？是这个啊，这个。嫂子，我早就讲过，这离婚是好玩的吗？不闹得个天翻地覆，你就想离婚，没门。啊，您这味儿也不正啊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啊。下边是圆圆放学岸上。圆圆几点了？我上学迟到了啊。跟你瞅圆圆去。爸爸妈妈，女儿一点都不怪你们。不对，不是这段啊。万一他要平庸，也不对。是要我的胳膊还是要我的腿？还不对。我本来就有残疾，生活真美好，这可真是个危险的游戏。我不练了，你们还是杀了我。圆圆，圆圆，圆圆，你怎么了？圆圆啊，圆圆，哎，圆圆，哦，睡着了。这孩子一点都不像，一点艺术细胞都没有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人生能有几回搏呀？到这时候了还睡觉？怎么搞的？你们怎么都睡觉了？
你小毛孩子，你见过什么阵势啊你？啊，那我呢？我也没见过阵势吗？啊，您那是到岁数了。那我呢？我也到岁数了我。你不老不小的，你到什么岁数了你？啊，走了。哎，走了。啊，演员等候场。啊，这边。您是我姓李，我是和平他们单位计划生育办公室的。你好。您老人家是我是和平的公公。请坐、好。我正想上你们那去。哦，您不用去了，和平已经带着圆圆去过了。去过了啊？他去干什么？还带着圆圆啊？我呀，就是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贾圆圆的情况。什么？这个伤着没有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倒是没有生命危险。你坐，您看，不过也差不多了。是爷爷，快给我书包，我都迟到两节。贾圆圆，行了，贾圆圆，你不要再装了。圆圆，你没有什么事吧？哎呀，老人家，您也不要再装了。我装什么了？我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你大一点声，我耳朵不好。错了。哎呦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吧？不是这词儿。这怎么能随便改词儿啊？让人对手怎么接？哎，你俩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不停气呀？就是。啊？看他们怎么往下演。您呐，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下回注意吧。我呀，我家走了，我。子燕，你，我冤枉了我。你说，哪有随便这么改台词的呀？真是。哎，和平啊，你是怎么？啊？怎么？哎，爸！停！好！放！哎，您这样就这样了。